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男队队长马龙。我是马龙。当我世界不一样，那就让我不一样。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可观。我如果对自己妥协，如果对自己说谎，即使别人原谅，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你。如果要想这个让全世界人都认同你，会拿到奥运冠军。烧过才能出现凤凰，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。我不怕千万人阻挡，只怕自己投降。我和我最好的倔强，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。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，不能绝望。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，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。我和我骄傲的倔强，我在风中大声地唱着一次，为自己疯狂，就这一次，我和我的倔强，就不会畏惧黑暗，受过的伤都会成为勋章，伴我